车，就是没什么在骑，然后就装备就一直没骑。我直到现在都还没上卡，然后今天真的是六分数，六分数啊！对啊，应该不会受伤。那我想今天去买卡鞋，耳背背，卡鞋实在是，卡鞋又令人崩溃。入门的，我去，我买百五十 K， 我都唔知变安怎。没啦，啊，就一天十 K， 像我咧讲，阮朋友讲的，迄个因台北一个，就固定每天十 K 就好了，一个礼拜就七十 K 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三次。